拉伸能拉吗？老师，嗯，老师不要，你可以试一试。真的，老师试一试。因为你没有做过，你可以尝试一下。老师尝一下。嗯，对，你可以尝试一下。韩真没体验看中医家整骨加按摩，以毒乱回，逗趣对话惹爆笑。你是喜欢侧着睡觉吗？侧手睡觉吗？什么意思？正常坐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就是你按平时的坐来看一下。平时的。对，完全平时的。对，完全。这位在南京读书的韩国小姐姐又令常在抖音上分享在大陆的日常生活，她因为中文闹出不少笑话，逗趣的内容狂吸超过450万粉丝。月经不好啊？月经不好？月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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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的时候说话的那个东西？例假？啊，月经不好？啊？非常正常。几天了？几天？30天？3-4天？30天。3-4天不行，来肚子痛吗？非常痛啊！非常痛啊！你还好吧？不好，身体要调好了，听懂吗？没有，我好多地方在哪儿啊？都是不好的地方吗？你肠胃。肠胃好。肠胃不好，慢性胃肠炎。好多部分痛在你身上。你就是慢性胃肠炎。大便肯定不诚信。那么我正常的部分在哪？啊，不正常，不正常。非常舒服的感觉，是非常热的，有点烫。我上次去看了中医，然后那个大夫说我的眼睛不好。你的眼睛的话，是因为你长时间近视。那么正常的部分在哪？啊？为什么没有回答？你的心态是蛮正常的。往后靠，往后靠。感觉怎么样？非常刚刚出生的感觉。我没想到哦，摸摸我的脚，这个是非常舒服的。姐姐，他为什么要痛？拉伸能拉吗？老师，嗯，老师不要，你可以试一试。腰有没有受过伤？真的。老师试一试，因为你没有做过，你可以尝试一下。尝一下吗？我听懂的对吗？老师尝一下。嗯，对，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刚刚做好了足按摩，非常非常舒服了。我的脚包非常不可以下降啊！一个月后再见吧，真的太好了。